服务员，来碗面。你好，您的面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嗯，真香。哦，老板，老板。帅哥你好，吃点什么？那个人的饭给我也来一份，看着就香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帅哥，您的面好了。老板结账。你好，总共消费20块。啊，哎呀，我钱包忘带了。手机也可以支付。手机也没电了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哦，吃霸王餐还吃到我这了啊。别美女，咱们还是可以商量的嘛。其实我叫 Angelababy， 嗯，我可以给你签个名啥的。哦，原来你是 baby 啊！走走走，跟我出来。啊、嗯，来 ，baby， 蹲下。哦，Angelababy 是吧？我还犯 baby 呢，我、嗯。说自己是明星就不用掏钱呀、啊？这么好啊？老板，老板，来了来了，帅哥，结账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结账啊！啊，我是刘德华呀、啊。刘德华呀，那又来一个，走，跟我出去，走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蹲下，蹲下。哼，你们一天天的，你以为老娘好欺负呀？啊，什么人啊？你们一个个的。嘿嘿，我是 baby， 我是刘德华啊。滚，走，看你们以后敢不敢来，什么人、啊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